大家好，今日是四月八号，今日的形式呢、有少少是改变的。我们看到呢，在这个各个板块方面来讲呢，只是上升了就是二四六七七个板块的，那有这个是很多呢都是这个是下跌的。不过这个咁多个板块里面，上升的板块里面，其中有一个是银行的板块，咁因此这个市呢又不是太死得住嘅。